本视频介绍 USB-SC09 的使用方法。打开编程软件，连接编程电缆给 PLC 通上电源。我们用的 PLC 是 FX 系列的，确定双击。这里我们选择232方式，端口号码2，通信测试显示连接成功，确认。我们选择参数和程序，执行。在通讯的过程当中，通讯指示灯会闪烁，没有通讯的时候灯是不闪的。确定，关闭。我们可以监控看一下。